迟到了。哎呀，这是我的触碗。小姐，我才是受害者吧？你是哪个部门的？我怎么没见过你？我算新来的吧。新来的是吧？去打听打听我是谁。你可惹错人了。喂，我坐个电梯马上来。项目准备的怎么样了？电脑出问题了，资料受损根本打不开。IT 部的人呢？他们说马上来。你好，我想请问。来了，这是 IT 部的人。我是。少废话，我知道你是新来的，但是等会有个重要的会议，我只给你一个小时。什么？修电脑啊。公司的电脑怎么会和系统不匹配？好了。效果不错。这次不出事，不代表下次也不会。这件事充分说明公司缺少网络安全意识，你应该严肃对待。怎么说两句，这人还喘上了。沈一宁，你这个高级秘书怎么当的？这次要不是有 IT 部的人帮忙，项目会你就等着被开除吧。对不起，李经理，这次的确是我疏忽了，才让对手钻了空子。看见你就心烦，去把资料准备好。宁宁姐，都怪我没有保管好电脑，还连累你替我背了黑锅。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有我和那个新来的帮你，下次可没那么幸运了。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再粗心了。去工作吧。嗯。可恶的李经理，都我升职了，第一个人。没想到沈秘书表面这么坚强，背地里这么感性啊。你居然偷听。项目会加油，待会见。待会见？什么意思？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集团新上任的总裁陈总。陈总，实在抱歉，猎头那边还没有招到合适的秘书人选。不用了，我要他做我的秘书。哎呀，不能浪费，给男朋友吃。来，宝宝，来宝宝吃个水。宝宝要吃个饼。哎，好吃好吃好吃。我看今天他们这身怎么样啊？哇，那你不得迷死啊！我天，我绝了，怎么会这么好看？那肯定迷死他，我跟你说。你去呗，反正不用管我啊，我自己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啊。你去玩吧。啊，等我打完这把。分手吧。啊？分手？不合正确，能与朋友化妆。宝宝，你化妆还要多久？那你妈妈化，我等你。先点一首轻松的 music， 出门前把被子铺好，他出门前肯定更开心。赶紧点个早餐，不要问他想吃啥，直接给他选择。宝宝，你要吃三明治还是要吃肠粉？好，别忘记再点杯美式。刚起床的他肯定会水肿。宝贝，记得先吃早餐再喝咖啡哦。谢宝贝。出门前可不能当拖油瓶，所以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下午看准备怎么样了？果然还没好。正常的讲，我们千万不要吃水了，干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准备出门补妆的东西，差点忘了帮他把手机充上电。你有化美美的妆，出门肯定要拍照，手机很快就没电，带上充电宝就万无一失了。爸，我化好了。电话这么快？是啊。我今天化真漂亮。是吧？对了，你鞋子我也给你准备好了。嗯，宝宝真好。又是满分男友的一天，你根本就不懂我。你不说我怎么懂你啊？真的懂不需要说。说了我不是懂女人吗？我说说还有什么意思啊？真的懂哪里需要说出来啊？我又不是算命的，我怎么知道你几个意思啊？就是没意思。确实没意思。所以我现在说的话你都觉得没意思是吗？是我说的没意思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什么意思。你不是一直问我什么意思吗？我这儿的意思。那你到底几个意思？我们俩那个说话。嗯，不行，这怎么办？我叫你干啥？宝宝，你今天很帅啊！这地位我不吃。我要是长你这脸蛋呢，我每天不得醒来看到镜子的时候我就笑醒啊！哇！
还有没有别的要洗的？拿过来。安排。安好惨呐、啊，我只能吃栗子壳，男朋友吃栗子。不听一下你在讲什么？我在这里剥栗子给狗吃的吗？啊？我嫌弃男友喝过的东西。Troy， 试一下。还行吧。开始试探。怎么还行？再试一下。喝。你开玩笑呢，我怎么会嫌弃你？假装道歉。下次不许这样了。好好好。走吧。啊？你。我要喝奶茶。嫌弃我？准备好啦。你就这么嫌弃我？上面有口水，多脏啊！好，那你跟我接吻的时候，你怎么不嫌脏啊？他能一样吗？你干嘛？现在呢？还嫌脏吗？不嫌弃，不嫌弃啦。好吧，我想吃冰淇淋，那你去拿呗。谁让你在这卖花的？起来，跟我走，跟我走。这是人渣，喂，别多管闲事了。像他这种人，你是惹不起的。对不起，对不起。怎么回事？文件要是没有及时送过去，耽误我工作，有你好看。知道了。原来他就是新闻的主角。像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就得给他点教训。是你把我的采访视频删了吧？什么采访视频啊？别装了，你就是嫉妒薇，哪有金庸这套采访资格？大家都是同事，你怎么这样？就是，我没有，我的电脑就放在公司，那天晚上只有你加班，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删的？我，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删的吗？这个采访可是关系到公司的重要合作，三天后，要是你不能如期发布，你就等着被主编开除吧。你，跟我走。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很重要吗？什么？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想法呢？他认为你就是吗？现在还有时间，我陪你一起吧。啊？不就采访啊？我的时间是用来赚钱的，不是给你们弥补错误的。十分钟，如果我的采访不能让你满意的话，我可以付费。好啊，那就让我看看你们能有什么实力。谢谢记者，你们比我上次遇到的记者专业多了。给，辛苦了，早饭来不及吃。我之前就想问你了，怎么随身带这么多巧克力啊？什么？哎，医生，我妹妹怎么样了？放心，毕竟只是低血糖而已。难怪你之前老是随身带着巧克力。哥，你终于来了。这小孩不是我，跟我走。我是怕你工作太忙，所以那天才逃学去卖花。你别生我气了，好不好？你啊，真不让我省心。对不起啊，之前是我误会你了。你是说新闻那件事吗？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更在意的是你对我。我先去交视频了。幸好有陈默帮忙，这下肯定能交差。听沈一宁真的去找季总采访了，还好有那个死脑筋替我顶罪，不然该走的就是我了。所以采访视频是你自己删的？这都是误会。你一句误会就可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冤枉我吗？那你还想怎样？就算你现在告诉主编，现在谁还会相信啊？我信。刚刚的一切我都录下来了，你最好想想到时候怎么解释。我们走。一点，如果我的全世界有每天都能抱你一整夜，就是全国年薪统一速度。哎，好多香菜啊，终于敲完了。吃完了。You know you love me. 你帮我。I know you care. 我去洗个澡。好。我洗好了。Shall we never? 别玩了，睡觉了。那你帮我放下手机吧。
啊！我上个厕所啊，宝贝，你先睡啊。嗯。阿珍爱上了阿强，真的不错嘛。讨厌。没意思。要不我带你去体验一下新奇的 party， 保证你喜欢。这就是你说的新奇派对？你没看到大家玩的都很嗨吗？可是，走。啊，小心点。帅哥要一起玩吗？我。对啊对啊，一起玩嘛。走吧。来吧，嗨起来。怎么不继续了？我头晕休息会，你先去吧。喝杯奶茶补充体力，最高潮的节目马上就要来了。奶茶也能补充体力？对了，我一直想问 party 没有酒，为什么他们这么嗨？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个比酒好玩多了，你看他们。那两个男的他们是？瞧你都什么年代了，真是很那么不对。赶紧喝吧，最高潮的节目马上就要来了，体验过的人终身难忘，大家跟我一起脱掉树木。沉默，你醒醒啊，快来玩啊。我来玩啊。沉默，你怎么不喝了？过来玩啊，过来玩啊，过来玩啊。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看到没，刚才的 party 危险重重。使用新型毒品会导致无保护性行为和多性伴的增加，会间接的增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宝贝，幸亏有你，不然我就完蛋了。以后啊，一定要避免那些有感染风险的危险行为，保护好自己。嗯，知道了。绝对刺激的 party， 来不来？我先去接个电话。以后这种局别喊我了，我劝你们也戒了吧。远离新型毒品，远离 HIV。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Who am I to?喜欢，喜欢就去追喽。我怕他不喜欢我。你试都没试你就怕了，怂蛋。那这是什么？我奶奶给我求的，肯定的。你抓的这一头，他抓的这一头，立马原地结婚。真的假的？骗你，我单身一辈子。有你头发迷人的香气，这味道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我算三句话激怒我，你要是完成的话，我给你清空购物车。真的假的？我不骗。你就算穿了五厘米的皮革鞋垫，也没有我前男友高。一般。啊，很一般是吧？那其实你身材就不咋地，也没比我前男友好。大部分男人。说白了，你其实没有他。今天晚上要迟到了、这是我的初吻。小姐，我才是受害者吧？你是哪个部门的？我怎么没见过你？我算新来的吧。新来的是吧？去打听打听我是谁，你可惹错人了。喂，我坐个电梯马上来。项目准备的怎么样了？电脑出问题了，资料书存根本打不开。IT 部的人呢？他们说马上来。你好，
我想请问来了，这是 IT 部的人，我是。少废话，我知道你是新来的，但是等会有个重要的会议，我只给你一个小时。什么？修电脑啊。公司的电脑怎么会和系统不匹配？好了，效果不错。这次不出事不代表下次也不会，这件事充分说明公司缺少网络安全意识，你应该严肃对待。怎么说两句这人还喘上了。沈一鸣，你这个高级秘书怎么当的？这次要不是有 IT 部的人帮忙，项目会你就等着被开除吧。对不起李经理，这次的确是我疏忽了，才让对手钻了空子。看见你就心烦，去把资料准备好。宁宁姐，都怪我没有保管好电脑，还连累你替我背了黑锅。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有我和那个新来的帮你，下次可没那么幸运了。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再粗心了。去工作吧。嗯。可恶的李经理，都我升职了，第一个人。没想到沈秘书表面这么坚强，背地里这么感性啊。你居然偷听。项目会加油，待会见。待会见什么意思？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集团新上任的总裁陈总。陈总，实在抱歉，猎头那边还没有招到合适的秘书人选。不用了，我要他做我的秘书。好吧，我的。不是吧，网恋对象居然是压榨我的老板。不是说到了吗？林若曦，你认错人了。宝宝，刚刚遇到个女流氓，完了，等他找好点再坦白吗？陈总，林若曦，又是你，不是你叫我拿文件过来的吗？放桌子上吧。害什么羞嘛，又不是没摸过。林若曦跑哪去啊？女流氓。陈总，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文件我不满意，拿回去重新做。你看都没看。哦，你过磅私仇是吧？敢质疑老板，工作不想要了。对不起嘛，万恶的存在，活该你。今天保证完成任务。宝宝，周末我们去青岛玩吧，上次都没见上面。周末要加班，不能陪你去了。你们老板脑子让驴踢了吧，周末还让你加班。你也知道你脑子驴踢了。项目发我，我帮你做。不愧是我。通宵都要给我做出来。怎么又回到我手里了？按照这个季度的项目。某些人啊，我要不要配张床在这里啊？我再讲一下，也该让你出去。逾期，会议暂停。宝宝，想看你拍个撒娇八点。可是，不然周末我就不去青岛了。不好吗？拜托拜托，求求你了。这样好了吧？求求你了，散会。林若曦，你很爱笑是吧？真解气！他刚刚让他出糗了，他不会恨死我吧？宝宝，我这周末有事，我们下次再约吧。对不起，陈总。又不劳烦陈总帮我接手。你是宝宝？菲菲，别再缠着我，你家都破产了。你包没拿？你这个穷鬼，别脏了我的包，这一把就当分手会了。他不要你了，我要，我可能吃苦了。真是穷鬼配乞丐，天生一对。陈总，要调查那个小乞丐吗？是故意接近。不必了，这就演不下去了。家里都破产了，不能铺张浪费，这个还能卖一分钱呢。好，那不是沈小姐吗？哎，别跑，喂，我在谈大
大声音的，待会儿再说。陈总，我看那小乞丐分明有家室，这礼服扔了吧。好的，陈总。行行行，东西都给你。谢谢老板啊。哟，这不是我离家出走的妹妹吗？怎么现在沦落到大街上捡垃圾了？离家出走，分明是你和你妈把我赶出来的。你爸都死了，还想有什么好日子过？你天生就是穷人命，起码我自食其力，总比某些人就算雀巢的强。你就是沉默吧？听说你公司都亏了7亿了，还有心思英雄救美呢？下周的全市拍卖会，你估计连进都进不去吧？谁说的？我和依宁一定奉陪到底。好啊，那就拭目以待呗。委屈你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卖瓶子赚了不少钱呢，你来。下周拍卖会，你穿这个去吧。哇，好好看啊。可是这肯定很贵吧，我们家这么穷，怎么负担得起啊？商场打折，我刚好买回来的。等等，原来沈小姐是在捡瓶子啊。礼服。买套新的吧。哟，乞丐妹妹和赔钱货老公还真来了。你说话给我放干净点。说话都一股穷酸味，这里的古董可不是你们能买得起的，哪像未婚夫可是身价过亿的总裁。拍卖会还没开始，别太得意了。这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藏品，起拍价100万。300万。800万。沉默，咱家可没那么多钱。放心。1000万。5000万。5000万一次。5000万2次，5000万。1亿。1亿？还有人要出价吗？1亿。穷鬼就是穷鬼，连个花瓶都买不起。1亿成交，恭喜林薇薇小姐获得本次压轴藏品。下面由我们捐赠者陈默先生为大家说起。不愧是林薇薇小姐，真有眼光。其实这个花瓶只值10元。不可能，那还是1亿啊！你这败家娘们，我要解决婚约。就你这个穷鬼，还想骗我？依宁爸爸的别墅，我已经用3倍的价格买下了，你就等着和你妈流浪街头吧。陈默，你不是公司破产亏损了7亿吗？我名下可不止一个公司，7亿对我来说不过是零花钱而已，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把零花钱都给你。对不起啊，我走错房间了。夫妻之间哪有分床睡的道理。喂，明天是我跟陈默的结婚纪念日，你可别露馅了。什么？你要我假装你和姐夫一起住？就几个月，我们是双胞胎，肯定不会被发现的。我们失散这么多年，你现在相认就为了这种事？领养我的那一家人只是把我当成联姻的工具，你狠心断送我的幸福吗？周安然，你又在这偷懒，明天不用来了。不是的，店长，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爷爷的玉佩还等着我赎回来呢。放手。店长，答应我的话，你就能拿回玉佩，这可是爷爷留给你唯一的东西吧。好，我答应你。就这条吧，帮我包起来。好的，我现在帮你取下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事没事。小姐小姐，您先别动。痛死了，你怎么做事的？对不起小姐，是因为您一直动所以才……你还敢狡辩，我要跟你们经理投诉你。别闹了。这条裙子多少钱？我赔给您吧。这条裙子可是我特意为我太太定制的，你必须照原价赔偿。陈默，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一道小口没必要吧。他不赔也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是吗？结婚这么久，陈太太好像还没为我做过一顿饭吧。好，答应你的，今天吃虾我亲自下厨。太太，这是虾。难看，脏死了。给我吧。哎呀，这种脏活给保姆干就行了。可是你不是海鲜过敏，不能吃虾吗？我之前去医院看过了，医生说可以吃虾。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还是我来做吧。等等，我给你系个围裙。
油很烫，你小心。我去买药。帮我查一下安琪有什么家人。啊，你不眨眼。姐，这是怎么回事啊？安然，那个人渣根本不爱我，他跟别的女人勾搭，还把我赶出来。喂，你在哪？我来接你吧。不用了，我自己回来就好了。拒绝无效。平时对我就这么冷，对你就这么体贴。我老公对你可真好啊。不是的，那也是因为姐姐。安然，你可以最后再帮我一次吗？把沉默还给我好不好？你不会喜欢上沉默了吧？沉默是我姐夫，我怎么敢？爷爷的玉佩你不想要了吗？不要，我答应你换回来。把衣服给我。安琪。啊！不要再来打扰我跟沉默。你来啦，走吧。好，我们回家。老板，我想赎爷爷的玉佩。那块玉已经有人买了，出的还是双倍价格。什么？老板，你要我再跟他谈一谈？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沉默，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老公，有你真好。你又受了伤。哎呀，小伤已经好了。可我记得你明明伤的是左手。安琪，你们两姐妹的演技也太差了吧，让安然假扮你转头跟别人私奔，我真是太低估你了。楚墨，你听我解释，既然你这么想离开，那我就成全你。楚墨，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帮着姐姐骗你。傻瓜，被你骗我心甘情愿。爷爷的玉佩原来是你，现在他归你，我也归你。 I love you, I need you, 来给海口你家儿子这么有钱，你竟然把人甩了，必须给我去相亲，又是刘浩卓。你干什么？对不起先生，我实在不想相亲，只能用这种方式应付我妈了。脱了我就想走。补偿给你的。哎，有意思。林若曦，你是个坏女人，不但骗了我儿子感情，还骗我儿子钱。怎么会有这种女的？阿姨，你别乱说。既然你们两个分手了，就把我儿子给你花的钱还有衣服全都还回来。你的那对耳环还有身上的鞋子都是我送的，都还给你，还给你。还有我妈说了，你要赔我五年青春损失费10万。当初我为了陪你读研放弃了我保研的机会，现在你当上了教授，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你问我要青春损失费，那又怎么样，你是自愿的，我们又没逼你。没给钱不许走，我妈说了。张口闭口就是你妈，要是没从娘胎里出来你就别找对象。你个疯女人，怎么敢打我儿子？妈，幸好听了我妈的，跟你分手。像你这种又凶又穷的女人，谁会娶你啊？我娶。陌生人结了婚。我刚给你买的，你试试。谢谢啊。你人去哪了？三清的罗总都等你半天了。什么？原来是一场误会，我们还是去离婚吧。为什么？你以后不用再去相亲，我也刚好需要这张纸。陈先生，你能送我去星辰娱乐吗？我们总裁今天要来视察，我不能迟到。好。哎，听说现在总裁的新总很猛，人超级帅，你别花痴了。万一总裁是个秃头龅牙男呢？还有你，总裁也是你能体会的。一会儿总裁未婚妻要来公司视察，林若曦你去接待。哦，这个是个苦差事，没事。给我滚出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李小姐，您别生气，别动我。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长眼啊！抱歉，我赔给你吧。你拿什么赔？我这可是限量版高定衣服，就你那点微薄的工资，你赔得起吗？那您想怎么办？你什么态度啊？信不信我让人把你开了？小姐，我已经跟您道过歉了，开除我还轮不到您。是吗？Lisa， 怎么了，李小姐？你的员工弄脏了我的衣服，还在这里给我耍横，把他给我开除了。林若曦，你被开除了！我没有耽误工作，也没有违反公司规定，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可是你们陈总的未婚妻，开除你不就是我一句话的事？赶紧出去，走走走！我看谁敢！陈总，陈梦，你和这女的什么关系？林若曦是我妻子。陈默，不是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吗？李静，你要清楚，这场联姻从始至终我就没答应过。我不信，你怎么会跟他这样的女人在一起？除非你证明给我看。对不起啊，第一次过七夕我就迟到了。陈默。你回来了，你俩什么时候旧情复燃了？就是啊，什么时候在一起都不告诉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才是我女朋友。哎，他们也太像了吧。刚好我们老同学在这里聚会，要不一起吧。香菜牛肉多香菜。你们不仅风格一样，连口味都。我去一下卫生间。没想到沉默的眼光还是一直没变。你什么意思？我是沉默的初恋，你没发现我们俩无论是外貌打扮还是口味都很相似吗？你想说什么？真的有这么巧吗？你真的不是我的替身吗？眼中虽有勇敢散去。原来你也喜欢唱这首歌啊。是啊，我可喜欢陈奕迅了，他的圣诞节真的好好听，要不要我们一起唱？好啊。 Merry Christmas Lonely。 原来你也喜欢看科幻片啊。我印象中的女生都不爱看的。我很爱看的。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指环王啊？山姆超厉害的，一点都没被蛊惑。我正喜欢里面的精灵王子啊。你也喜欢吃川菜啊？我也超爱吃的。是啊，我可爱吃啊。刚好最近开了家川菜馆，明天一起去吃吧。好呀，下次见。你也喜欢吃香菜啊？是啊，怎么了？我一个朋友跟你的口味很像。陈梦说过他最喜欢温柔的人。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啊？因为你温柔又美丽啊。想一想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怎么却也这么久。陈梦说过不是真的爱一个人是不会带回家见父母的。周末叔叔阿姨不是来吗？我请他们吃顿饭吧。不用了，他们待半天就走，下次吧。我以为你幸运碰到了爱情，没想到是当了谁的替身。陈默，你能顺路送我回去吗？嗯。陈默，那我能坐副驾驶吗？你知道的，我不习惯坐后排。不行，副驾驶只能我女朋友坐，我能顺路送你回家，这是出于礼貌。但你今天挑衅我女朋友，这我不能忍。陈默，你追她不就是因为她像我吗？谁跟你这么说的？我不信，她就是我的替身，你追的只有我。她从来就不是谁的替身，我确定，她就是我唯一的爱人。我还要跟我女朋友过七夕，你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被他们耽误的，我都忘记把礼物送给你。礼物？那，你不是说要请他们吃饭吗？我就让他们多留两天，顺便商量一下婚事。Why can't I return unworn clothes? This store sells are not refundable. If you can't afford it, don't smack your face and pretend to be fat. Your tongue should not be counted. I must retreat or not. I will not leave today.Give me my money back. Yutong, let's go. Lost face at home. I was seen by my ex-boyfriend. Suit. No. If you dare to run, I will post the video just now. You. You tell your classmates everywhere that I'm a scumbag. Of course I can't let you go. What do you want? Date me on weekends. I just deleted it. Stop dreaming. I don't turn back. You. Yutong. My cell phone. Nothing to do with me.
What are you running? I also want to thank him for coming. What? Not retreat. If you don't back down, I'll make a big fuss. See how you do business. Retreat. Ah. Didn't expect him. Looks like I'll have to buy a new phone for him. I don't want to owe him. Actually, I think he still likes you. Otherwise, I won't go to the same university as you. And you didn't let go. If we go to the same school, no more long-distance love. Let's break up. Why? Nothing, but don't want to talk. Then why did he still? You must ask clearly this time. Can my classmates call Yechi for me? Why are you looking for my boyfriend? You. Turns out he already has a girlfriend. I know you are his ex-girlfriend, but since we broke up, don't bother him. I'm just here to return the phone. Yu Tong. Got girlfriends and dated me. Sure enough, a scumbag. What girlfriend? She is my sister. I still remember when we broke up and you cried to death. I won't agree with you being together. Why did you suddenly break up? There is an exam next semester. Yu Tong's thoughts are all on you. Just forget about your poor grades. Don't delay my daughter. Why didn't you say earlier? I always wanted to confess, but you always avoid me. Sister, even if you disagree, I want to be with her too. Composition for this title revolve around parents. After class, how should some people who have no father or mother write? If you have a father and a mother, you may not be very well educated. You. Thank you, brother. Don't call me crazy, you're just staying at my house temporarily. What's this? This is a love letter someone asked me to forward to you. Not interested in. Go home. I don't think he wants to help you at all. Shouting brother. Actually like chicks too. You also like to hear this. If mom is still here, will definitely take me to the concert. I will accompany you next time. I heard that her mother was a generation of singers back then, had an accident with his dad at the show, but she really inherited the beauty embryo. Keep your mouth clean. Not your sister. You can't tell. How grown up are you still fighting? No dinner tonight. That's right. Brother is too disobedient. How did you come? Volunteering for tomorrow. Can you join me? Okay. Chicks, let's go together. Why do they all like you? Work hard, take a rest. Thanks. Output. Something happened to Yu Tong. Lucky to have it. Thank you for saving me again. I don't want to be your brother anymore. Why am I always one step late? You are so beautiful today. Thanks. The bride enters. Such a big man, walking and falling. Keep your mouth clean. Not your sister. You can't tell. Take your medicine and rest well. What's wrong? I miss my parents.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 don't want to be your sister anymore. I want to be your girlfriend. I can be a kid all my life. Brother, why did you tell mom that I failed the exam? Who are you? I'm your brother's friend. He is too handsome. What are you doing? Are you looking for him? I didn't. I don't know you yet. You still know me. You never win the game of reaching out. Again. Caught a cold again. Water. No.
Leek dumplings. 9-3 chickens. You want to play chicken? No. This is what you want. How do you know? Just a coincidence. It is late. You should go back. Give up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handsome and a master. There are more people chasing him at school. He doesn't like you. Since he is a master. Follow me. You seem to be blushing. I have a cold. Let's go then. Go home and drink 999 cold spirit. Then you can help me make up lessons, by the way. Drink quickly. He treats me so well. Shouldn't it be? Why are you here? He came to give me extra lessons. Play a game with me first. Elder brother. It's the first time I see you giving extra lessons to girls. I'm just worried about her grades. Don't worry, your sister is my sister.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as a brother. Right. I remember you said you had a girl you liked. Turns out he was just... silly girl. Stop for me. Stop playing. I'm home for extra lessons. Don't worry, your sister is my sister. Don't bother, bro. My sister can learn by herself. I'm ready to go. Where are you going? Dressed in dolls. You are not in love, are you? You should focus on studying now. Don't bother, brother. Just a date. Will not affect learning. What a girl. What did I say? It's really impossible with him now. Do not go. You. Actually, I. It's so noisy that it doesn't let people learn. It turns out she is Aeson's younger sister. Lost again. I'll take you to the top. I didn't expect you to play the game so well. I'll mess with you from now on. She caught a cold. Definitely need this. This is what you want. It's the first time I see you teaching a girl homework.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as a brother. Hold on to him first. Actually, I like you for a long time. I thought you only thought of me as a sister. Do you still go out on dates? If your answer satisfies me. You.